他既要抓，他既要抓，他去抓你，他去抓你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公爵。是谁？哎、欸，怎样？他就是伯爵夫人、哦，伯爵夫人是不是啊 ？OK， 那夫人，夫人是不是要死光了、啊？夫人怎么那么多、啊？夫人超多的、啊。我不会用啊。好，然后你拿，然后收一张走就好了。对 ，OK， 我要赞援助2块钱。援助2块 ，OK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公爵，我阻止你拿外援。哎、欸，放回来了，放回去，解锁，解锁，放回去，犹豫，放不回去了。好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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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然后吗？嘿，我是刺客，我要刺哈基。哈基，哇，把他弄死哦！我是伯爵夫人。我不相信，你不相信？哎、欸，好，伯爵夫人。伯爵，哈基该换那个了吧？你换牌，我这样死掉了。哦，死了。双夫人嘞、欸，哇！等一下，我牌翻不过来，救命！那你会玩 F？ 要洗牌吗？哦，哈基可以脱离伯爵夫人了吗？真的？吗？是双夫人吗？这个是啥哦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看一下哦。我要做什么动作？嗯，你很坏，你很坏。我忘记那个了。我是刺客。嗯，我要刺杀酱油。嗯，等一下，酱油有没有可以阻挡的？嗯，哦，可以帮人家挡一下，对哈，挡一下，挡一下。我只拿3块而已。那如果我被刺杀，我是要干嘛？忘记了，就是丢一张牌啊，丢一张牌就好。然后嘞，就这样，你就直接放你的面前，放前面，这个人就死掉了。哎呦，真的是公爵，酱油也是公爵，好。那就是一定有假公爵，那就是前面怪怪的。那我是用掉，我也是洗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要不要？没有啊，不用洗，不用啊，不用洗牌。所以他没有质疑你啊，因为他。你没有对对对对，没有翻出来。对对对，好好，我刚刚没洗牌，我刚没洗牌，没事。哎，我可以质疑他哦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质疑他不是真的刺。对啊，可是你出出来来不及了，出出来来不及了。刚刚谁质疑我？没有，没有人，没有人质疑啊。有，刚刚小雨是不是有质疑我？没有，我要刺杀小雨。一张牌拉出来，你要一张牌先拉出来。说你这张是刺客，盖着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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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你要说你这张是刺客，我这张是刺客，我要刺杀小雨。小雨，你有没有伯爵夫人？伯爵夫人这两张哦，我没有啦，我没有。哇，这样就是3块钱丢进去，然后现在牌拿回去就好。对，现在没有。战况激烈，战况激烈，完蛋了，看来哦，这样玩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看我啦，我是队长，我要跟波波借2块钱。哎，我是那个，你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没事，好，对，我忘记那个是干嘛了。哦，好，因为有一个不是拿2块，有一个是偷2块嘛。哦，我要看一下。好，换酱油了。没事，我有3块呀。我问了，我放出来的牌，我要怎么把它盖着啊 ？F 现在 F 让你自己牌面盖着之后再拉出来。啊，我是大师，我要洗牌。等哪一张？拿一张，拿一张，两张回去看，你要哪一张？拿两张，然后从里面挑一张哦。没有没有，哎，你刚刚有哪张？你拿这张回去看，你要哪一张？再其中一张放出来。哦，看你哪张。好油。没有，他就是没有，他是抽二。他原本不是有一张抽二拿一，一定是抽二，一定是抽二。对啊，抽二。你就这3张选一张啦，3张选一张。哦，对，然后其他的洗回去。3张是有差哦。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看伯爵夫人，看来是大使哦。大使，三张大使都在你这边哦，是不是啊？对哦，好烦哦。你现在剩一条命，剩一个不是？好了吗？酱油选择好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
所以我是这样，然后反正就盖着拉出来放回牌库，盖着把它放回去。好了，洗一洗，怎么洗啊？我来，这个动作我来。他们洗，我来。粉粉他自己洗。好，换小玉。换我了是不是？嗯嗯。好，那你要换牌是不是？那我是刺客。嗯。我要刺繁星。我是伯爵夫人。你是伯爵夫人？你不是吧？啊，所以我翻开吗？我如果这样质疑的话，就是翻开。嗯，欸，是欸。哇，那小雨就出局了。对，那我就是小雨拜。啊，这个我就放在这边吗？没有，你就洗回去。洗回去。洗到这里。然后抽一张出来。对嘛？那我刚对啊，你看你说谎。我没说谎啊！你看你刚是质疑我，欠杀。你看吧，你说谎了，我没有说错，我只是杀不了你而已。啊，然后小雨的钱就没了，是不是？他钱就这样，他就出局了、啊。哦、嗯，对，好，换我，最后结算钱。我没有说谎，我是公爵，我要拿三块。1, 2, 3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钱，你的钱掉地上了，捡起来。然后没人要质疑我，哎，好开心哦，开心。好。我拿援助2块钱。哎、嗯欸，我是公爵。等一下，我要阻止哈记。没有，我先讲，所以我先阻止。你别阻止他，真的。这样，我想给你拿钱，我放回去。放了啦。我是公爵，我要拿三块。哪有？没有。团团有2张哦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刺杀成功，我要丢三块吗？没有，你就钱就没有，你已经出局了。哦，你这边钱就没了。OK。好，反正就看谁最后活下来就是。对对对对。哦，钱只是功能用的而已。对，嗯，拿来杀人。好。团团，刚刚有人按电铃。哦哦。啊好，被 gank 了。哦哦哦！快把他的牌先了。男朋友，快偷看他的牌。我刚刚去应门了，回来了。哦，是不是有个年轻小少年跑来找你？没有，没有啦，那个包裹了，包裹。哦，年轻小包裹。现在换我是不是？再来换你了。好，我看一下哦。我是船长，我要从谁身上拿2块？我想一下，快把钱藏起来哦！看你把钱收起来，藏起来。不是，可是泡泡身上有公爵啊，我有公爵啊，不对啊，公爵又没差啊，我要投泡泡钱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用你，我一定用你。谢谢啦，泡泡。完了，解丑。完蛋了，下一张他两张有7块，我跟你讲，愉悦底下一定也偷我，七。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干嘛不执行？等一下，你看这里有5块。那我要收入，哎、欸，收入哪一块？一块就拿一块，我拿直接拿一块，好，拿一块就好了。好，什么收入？收入不是2块？那是原赞助，赞助外援这样子。嗯，好，我是大石，我想换牌。哦，嗯。大石好像最安全了。真的，没有人想质疑大使，很难质疑啊！很难质疑，现在大使不知道几张了、嗯，反正他就4选2，对啊，4选2。好，下一位，换酱油。哦，好，我看一下我是啥、哦。我是船长，我要。质疑他，要被偷了，偷钱的。我要。你要、欸？我要偷谁、欸？哎，要偷他就不很快、啊。为什么酱油的卡片不一样啊？他剩一张、啊，他拿不是没有没有他的那个扩充，他拿到扩充规则了、哦，没事没事。真的、哦？那有些有不一样吗？没差，其实规则不太一样。差审判官变对对，可是我们没有那个角色，对啊。我要怎么调整？哦，有了，如果偷他就不很快、欸，他剩2块钱。你可以偷啊。你我怎么去偷有钱人要偷我呢？那你说我要偷谁好？
什么鬼、啊？连平地富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不行哦。来来来来来，那你帮我挑一个，你帮我挑一个。帮团团啊，托团团团了，我三块、啊。我有个问题，我有个问题，背黑锅嘞，你自己去挑嘛。你也有问题。我有个问题，如果像酱油要偷哈记、嗯，我有队长，我可以阻止他吗？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不行吧？可以吗？不行吧？不是大家可以质疑吗？不是可以质疑吗？是可以质疑，没有，他是说挡阻挡。Oh. 就是我丢我的队长出来去阻挡他，也没有，这、啊、我还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在想可以吧？你帮别人挡，因为刚刚那个夫人，夫人是说可以帮别人，我觉得应该夫人都可以啊，对啊，那到底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就是看想不想要帮他，就这样子。先算可以，先算可以吧。等下阿米狗的规则讲到那个阿米狗，我们阿米狗规则。那我感觉我被阻挡，那我就随便偷一个人好了。啊，你要偷我？你要阻挡吗？你要阻挡吗？等一下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船长阻止偷窃。你真的吗？你要不要质疑来啊？你质疑啊？你质疑啊？好了，我还想再回一回。啊，换我了。嗯，我是公爵啊，我拿三块。One，他有七块了。他有七块了。你会搞人呢。嗯。等下他公爵哦，下一局才能搞人，要下一局才能搞人。那你钱要被偷了？对啊，没差、啊，我等下再拿三块。你这样每回合只赚一块嘞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下一局直接被偷四块钱偷走。嗯、我跟你讲，一定会有人偷我四块，团团一定会再拿两块的，我跟你讲。好啦，换我啦。嗯、好，一块钱。我以为你有大动作哎、欸！我把钱藏起来了，我把钱叠在一起。公爵拿三块，好。我霸气的说：“好了，一块钱。”Bobo， <Bobo, 笑>你以为我会真的抽你两块吗？你不要叠在一起啦，假装可能没看到。啊！我是刺客，我要刺杀 Bobo。哎、欸，我直接把刺死了！要不要？要不要质疑我？来，有没有人要帮我挡？有没有美女要帮我挡？有没有人要帮我挡？没有，要刷你好感度哎，好可怜！完了，要被刺死了！完了啊！有没有人帮我挡？波波来陪我！哎，再见了！我觉得死掉了，换我了吗？死了。嗯。小雨，我们来陪，我来陪你。我看一下哦，我是死掉的人。有我压在我的牌上。我是大师，我要换牌。哎、欸，这个打开上面。好，是抽两张，然后再丢回两张，对不对？对。错。嗯。好。啊。换我。还没，你太快了。什么东西？你看那个死人的牌子，你把它放大看，超恐怖的、欸，很恐怖吗？超恐怖的。到底？哎，怎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想要那个，我想要这个。哎、欸，我想要九九。哎、欸，怎么七？按 R 吗？啊！我要这个。嗯、好。哎、欸，它怎么转向啊？忘记怎么，这好像……哎、欸，我要先把这个拿过来备用，我打个压着，用滚轮。所以先换谁？换影月。换我了。我是伯爵，我要拿三块。伯爵。伯爵，好。哎、欸，平常直接拿是可以拿多少钱啊？一块，一块、啊，一块。我要去 ghost 你的，一块两块啊！哎、啊，有大神弄你，有那个公爵弄你的话，你就不能拿两块啊。是的，最稳就是拿一块。嗯，啊，尝试偷偷看杰克的两块。Kiki，哎，你搞没有？你搞哎，他很豪迈哦，他很豪迈哦，拿去。我跟你等下这些钱都没了。没事。哎、欸，酱油动完了吗？哎、哦，弄完了。好，换哈记啦。换我。换我哪一块？哈记你还自己画？对吧、啊？我是刺客，我要刺杀酱油。对吧、啊？我就说你的钱会没有。我质疑你。我怎么质疑啊？可以教一下。你就说你不是刺客、啊，你就说你不是刺客啊！你就说你不是刺客啊！你就说他那张是刺客。你要搞骗。你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你要丢张牌说你是伯爵夫人，另一个是直接质疑我是那个。你已经拉出来了啦！你要盖着拉出来。哎、欸，我已经直接给你们看的啦，为什么？没有，可以质疑他，搞不好他不是刺客啊！他搞不好不是啊！他搞不好不是刺客。我质疑你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伯爵死光光了啦！没有伯爵，那我在等你。如果你是伯爵夫人，就直接抓了，因为已经四张都有这了，对吧？
你那个你那张就洗回去，就是重洗一张。他那张被看过了啦。哦，他被看过了，换一张，被看过了。换一张，换什么？其实照理说不用洗，照理说是不用洗。对。但是他刚刚那张被看过了。麦克丘真哦，一滴丘真。哈哈哈！干嘛？哎，我骗到观众了。后吗？嗯。观众说我剩下一块钱。白痴，我放出来。我是公爵，我拿三块。好，你拿，你拿。好，我真的太就是太白痴。如果像我质疑那个杰克的话，那如果真的质疑成功的话，他三块就不能拿吗？就要吐回去啊！吐回去，然后我矫正没有，我就吐回去，然后就死掉。对啊。好啦，我船长啦，我要投导游的冷扣。还有。哇！那个陨月啦，怎么了啦？陨月也七块了啦，好惨啊！啊，两个都七块，只能挑一个啊！繁星，繁星，快点抽！陨月的还有两张牌啊！我是刺客，我要杀陨月。没有三张伯爵夫人哦，没有不能被杀了。三张伯爵夫人哦，再见哦，他再见一张。我不信，你要做什么？哦，他不信哦，他不信啊啊！那就死一张，你要就先排在你的前面就好。哦哦，那我这个一样是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盖起来，盖起来进去，然后抽一张。啊啊啊啊啊！哇塞，这战况激烈！哇塞，我觉得有人用七块杀人的啦！我要正变繁星，怎么正变？直接就直接挑一张出来，挑翻你一张牌。要先排吗？对，就是等于你先排，直接死一张了。对，哦，大使，大使，好，导游。嗯，我是大。大便，我要换牌。你是大便，我的牌飞了。你在干嘛？你都手滑了。你为什么要一直换？一直换丢？他一直想换牌，他一直不想要他那张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进一块东西了。太丑了吧！看来又是大师又回来了。大师兄，你们都回来了。大师兄。他们又回来了，他们都回来了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是头七，他们都回来了。好，换我吗？哎，我们公平一点啦。二四六七，我要发动政变团团，杀团团，拜托。好啦好啦，七块就可以了吗？爆炒，对啊，三四五。好，这张。刚刚要翻牌啊，这里啊。这里有两块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块呀！我刚丢一个进去了。哦，我想说上面看牌面上才六块。哎，刚换我了是不是？好，我拿一块就好。来一块，嗯，酱油不是还没死？我怎么牌？没有，他死一张，他死一张，死一张。他只是很想要拿这个啦。给我，你已经预定你会死掉是不是？好，先放着。哦，现在大家都锁血哦。嗯，导游瓦力吗？哦哇！影月拿了吗？影月拿了吗？影月拿了哈。还没，我还没。好好吧。那是换你，那是换你。现在繁星拿一块，我拿过了。OK。好，繁星拿。好，那我要拿三块。哦，你是公爵是不是？是公爵哦。他骗人，但是我相信他。你就拿，但我相信他。他骗人，但我相信他。换我了吗？嗯。好。我是大雪，我要换牌，谢谢大家。你怎么又换台湾？哎，我的你为什么你牌会丢成这样？你拉到再松开手。拉到再松开手。嗯。喝一个仔，喝一个仔。哎，他是不是骗人呐？你怎么不会哦？太扯了啦！我要抱怨。我觉得他大概都看完这四张是什么了。我也觉得他看完了啦。哦，对啊，我看完了，所以好，那都牌一点回家的牌呢？哇塞，哎，其实大师很强哎，很强啊，可以读牌库啊！天哪，贪婪之虎哎！对啊，好，换杰克了。哦，拿三块，我是公爵，你是公爵是不是啊？王子赞助啊！我是刺客，我要刺杰克。
还有，要不我不相信。还有。拍谁啦？你拜拜！再见了，他被刺死了！哇，这个没有到白裤了，就只能复信他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抽牌！哦，感谢你帮我，谢谢你。这是先死掉的人。我要援助。援助是两块，有人要两块钱。我要阻止你。可以帮你阻止好了。大师，我要阻止你。我不信，那你就我爆炸了，最后的夫人，你死就最后的夫人，拜拜，最后的夫人喽，可以杀起来喽，可以刺了，可以开杀喽，可以刺了哦，欢迎哦，音乐来喽。哎呦，那一起立啦！哎、欸，借我看，借我看。哎呦，我是大石，我要换牌。好好，你换。他要杀人了！他杀起来了！杀人了！我没钱，是要杀什么？不是你啦，不是你啦！哦，我以为你要杀人了。没有嘛，没有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我零块钱，我零块钱。啊，那他刚刚谁？对啊，就丢进去了，不管了。嗯，导游华丽，华丽、嗯，我是你要换牌啊？我要杀团团。好啦，我不相信你。在伯爵啊，我不相信伯爵夫人，伯爵夫人没有没有，我不相信酱油，我不相信。啊，你真的是好威士。哇！我要放回去洗，是不是？两张刺客对决，哎、欸欸欸，你的钱有没有拿出来？要，对，我要上车。你在玩呢、喔？我帮你拿。哎呦，所以现在换我了。嗯，是你们两个啊。我还是你们两个大师啊。就跟你讲，你拉到再松手，你拉到再松手。你再洗一次，你再洗一次。你不要，你好好的拉到那边再放下来。我有拉到啊，可是它是歪的，然后我就因为你拉歪掉。你拉太大力，不要拉那么大力。你拉过来还有个框，你就这样慢慢放就好了。你慢慢的就好，你不要那么快。對對對，看你刚刚在晃。我跟你讲，等下酱油不开心，他就点翻桌。哎，怎么翻？不要告诉我，不要跟你讲，我不要跟你讲，你讲了一定会翻，不行。我要换牌，我是大使。你看在到我都拿，这牌库里应该全部大使吧？要修哦。你换完了吗？换完了。啊，我也要换牌，我也要换牌。我到拉到这里。哎、欸，这也是。拉小心点。哎、欸，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抽到三块，抽到刺客就三块就赢。对啊，就是隐约抽到刺客就赢了、啊。对啊，看一下。我看懂了，会玩的。我跟你讲，一定会有第五张伯爵夫人出来。第五张伯爵夫人，第五张。啊，那个骗人的，骗人啊！接受我的暗杀吧！哇，应该是。你是换到了，我觉得换到了，我觉得他翻到了，哇！我要打死，就死啦，死掉了。看一下什么？公爵，看都打死，两张大死，大死都快里面了，大死几乎都活着。抽到两那个一次三张大死，哎呦，抽跟没抽一样。太霸气了。然后最后就是大死，我一张换把刺客换出来啊！嗯，哦，这游戏真的不能太早结怨，我一开始结太多怨了，可恶！白痴，你开始搞我，他开始看你的报酬就来了哦！你还敢偷我的钱啊？还敢杀我啊？哎呦，好了，我发牌了，好，两张。OK，OK， 白痴，好哦，干嘛？谁先呢？由最赢的先吧。最赢的先吧，一个人好两块，两块。允月吧，允月先，允月先。两块自己拿，两块自己拿。不拿就自己损失哦。好，我要开场换牌，我是大石。你换，给你换。你换到。给你换。允月这框框是给你放钱的。哦，好。我怎么会有一个圆形啊？那个放饮料的。放饮料的。再来是换我吗？对，允月做完事就换你。好了，我也要换牌。你也是大使哦，怎么那么多大使啊？要质疑我吗？没有了，要质疑，没有，你换，你换，给你换。乔宇是不是要换牌啊？
大家一起来换牌啊！换起来，感觉没什么意义，回去吧。我是公爵，我拿三块钱。好，谁先？哦，五块了呢，有钱了，快呢，好了吗？嗯，好、嗯哦。我是大使，我要换牌。你也是大使？有那么多吗？大使张而已啊、哦！我阻止他。你不要跟我说两张又都大使哦，大使呢？哎呦，他在演戏、哎，他在演戏、哎，他在演戏。哎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把那个把哪个？你就拉过去好了，叠就好了。好，看我啦。嗯、对啊、嗯，我是大使。太多了，我好相信我会有人在那。我觉得这两个怪怪的，你们在说谎什么啦？你们绝对在说谎，你们绝对在说谎。哎呀，抓我啊，抓我啊，八七，哎呀，抓我、啊！抓，用抓我啊！你干嘛要抓？要抓一下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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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你换，给你们换好不好？啊，杰克，你也大死，行，大死一下、啊。我是大师公爵，我拿三块哦，稳的稳的，嗯，完蛋了，有人要杀人了。拍死，我是公爵，我也要拿三块。哎，等一下，刚怎么翻了一下？有人先到，五郎秋真呐，哎呀，好，没有人质疑我，我回去了。哎，我是公爵，我要拿三块。公爵，四个公爵，那么多公爵，公爵大师场有没有？来大师，换你了，大师。大师要出来了，我要打了。你换，你换，给你换好不好？你换，给你换的话。怎么又是你们俩？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加一个规则好不好？等一下大师先丢，就是放在桌面上，然后先抽二进去。那然后选完之后，假如你还要大师的话，再从桌面拿回去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啊，这样就确定可以说大使有没有换掉了呢？因为你不确定他是不是大使啊。对啊，那一张他拿丢出来的也不一定啊。对啊，没有注意，你看有没有要执意完之后就拿手上，然后这四张自己去挑二吧。不然你这样的话就可以确定说你这大使有没有回到自己手牌了。对啊，嗯嗯，对啊，这样不太好。对，这样其实不太 OK 啦。那我也换牌了。你又有大使，你先拿一张，你先丢出来，大使丢出来一张。可是大使哪一张？不是说不要盖，没有，你刚没人质疑，你再放回去，然后你再调。哎，好，这张拿走两张，有没有人质疑？没人质疑的话，再三全部打进去。没有没有，你换，啊，你换，你换，换，换，去去，就正好这么多大使，干嘛啦？哦，这张大使哦，最好这么多大使，干嘛？是不是抽到刺客啊？你为什么要来的这么猛烈？我真的觉得要出大事了。好，下一回合要死一堆人啊！我是公爵，我要再拿三块钱。哎呦，他好多钱哦！你的钱好多、哦。公爵杀人喽！现在没有队长是不是啊？来来来，我是公爵，我要拿三块。哇，又一个公爵了呢！哇，我们很奇怪啊。欸、没事。没有公爵没事啊，对啊，好，换我，你也是公爵吗？你也是公爵吗？他大你一块，还是你是大？哦，你拿两块哦，我一块，我拿一块，哦、拿一块。想说等下会有三个跟你抢哦，我要阻止你，我要阻止你喽。好、哦，我是公爵，拿三块。哎呦，好可怕哦，大家都好有钱哦。来来来来，好有钱哦、跟上，我也是公爵，我要拿三块。哎呦！哪那么多公爵？四个公爵同面而上，是不是？太可了！公爵拿三块，四个公爵在同面而上，一定有人是假的，这边在说谎，假的，一定有人是假的。我，你要洗牌吗？要求赞助，我拿两块。我要阻止你，我要阻止哦。好，繁星要阻止哦，那繁星要出一张出来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看错角色了，丑医生可以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是公爵是公爵的话可以阻止。哦，好，所以你要阻止、哦，他阻止，他阻止你，他阻止你，我很难过。你刚刚杀我，我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行。
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嘛，借我用用看。我要换牌。你怎么还在换？又换牌？你是不是把大石一直扣在手上一直换啊？没有，我已经说了，留一张大石一直换。我已经抽到大石了。那五那七张，哎、欸，那六张里面有两张大石。有可能。太多了吧？而且我一直抽到一样，是 Kiss Romeo。你是有两张伯爵夫人啊？等一下。我这张是啥、啊？忘了。哪一张、嗯？好了，这样。哦。好，帮你放好。嗯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下一位。杀人喽！杀人喽！杀人喽！要杀我！我要使用正变。我想想。就从。跟我一样是公爵的，找一下。你要找谁？哇，公爵要死光了。我要找公爵哦，找杰克。啊！哇！想支持两个啊，这个人想吃的，哎呀，好恐怖哦！来换我喽，嗯、啊，我是公爵，我要拿三块。你们太多公爵吧？有没有人要质疑啊？现在场上有五个公爵哦，你拿，好不好？你拿，嗯，换我，嘿、嗯，我刺客，嗯，嘿，我要刺杰克。哈哈哈哈哈！要死啊！没有人要救他，我没得救。好，我很痛哎。杰克，我要不救不能救他。我保你好不好？我保你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感谢。我是伯爵夫人吗？对，我是伯爵夫人，要不要翻？哦，不信。好，你翻。是啊，哭了。想乱偷吃啊！杰克，等一下，不可以，偷偷不可以杀我。我还是先杀。哎、欸，你不能杀我，你在那边。你让他杀小。哦，好好好。我会气死。你才发动政变，杀小雨。哦。哎，你有看过那个相同的历史？都是刺客，团团啊！哎，换我了耶！嗯，我也有七块耶，我要发动政变啊！要政变谁呀？不要！嗯，我政变繁星好了。真的是伯爵在互杀哎！天啊！真的，他伯爵数量，公爵啦，伯爵跟公爵不一样。那我要发动政变，七块，这边七块，我刚七块，你又在那边叠钱，我想说这样比较快一次丢进去。不能啊，不能这样，不要叠钱的、哦，这样子资讯不透明，资讯不透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游戏的钱有几块透明资讯，好，这很重要，好。我被带坏了，我刚刚看有人在叠钱。是我。那我要杀杰克。哇！杰克，我已经救你一次了。大师、欸，你根本没有那个哎、欸，我没有啊。哇！没有哇！都在这里啊！就是你在说谎，就是这个骗满哎！啊！我倒是杀我了。你看，我杀了一个骗子。太棒了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你看，我拿一块钱，大家都不让我赚钱。没有啦，我这个已经没了，我这个没了。没有那个也没办法阻止啊，这不是、那个、什么偷钱，公爵党而已。哦、公爵党、哦，对耶，对不起。对 对, 對，我就是这两个刚刚看错。好，那在你们厮杀的同时，我也来换牌了。你又换牌？怎么那么多啊？我就是脱离不了这张，可是我其他张……我刚刚是应该先杀你啊？不要，你不能杀我，我两张牌都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要让他换了。你直接开始拿钱就好了啊！真的，你乖乖一点，一块拿。对啊，你知道我现在很惨，我总共两张牌，然后我抽到两张一模一样的牌。
哎，酱油，我先跟你讲，你知道现在场上那边这样只剩排队只剩四张牌，你怎么换来真的四张？你怎么换都是对啊，你一定都是在那边换来。对啊，所以你只换没意义啊。其他的牌进不进去？对啊，你要赶快拿钱、欸。因为没有，因为目前为止大家都很和平，都没有一直质疑啦。对，好吧，那我就那我把这个放进去。这可以转哦，好可爱哦。可以啊，电风扇。你要滚轮转。嗯，好，小雨。啊，所以其他牌都死光了。我是公爵，我要你看牌面上啊。对啊，这四张啊，就这四张而已啊。难怪我怎么换都是一样的，没有排库就不知道这个排库就四张啊，你这换也没没意义。杀你！你要刺杀完整，还用七块正变，正变就一定死啊！六七，不要还敢换牌啊！啊，船长一张，原来是船长的部分。我怎么接下来就要？我等一下又要去换牌了。换我，嗯，唉。好，我是公爵，我要拿三块。好，哎呦，你们都让我拿耶，真棒！我也要拿三块。哇哇哇！队长明明那么多，怎么都不阻止一下呢？对，没有三块不能阻止吧？三块不能阻止。哎，三块没有，对，一整质疑他是不是公爵？对，整质疑，对，一块才可以，或者你偷他。或者你偷他，我是刺客，我要刺杀刚刚阻止我领钱的人。旁边的我也只能质疑了啊，有没有人要挡我？帮我挡，波波花朵夫人，很多伯爵夫人，夫人一定有在场上吧？夫人应该有啦，夫人夫人夫人，我求你了，我帮你挡一下，好谢谢，哎呦。你要质疑我？我就知道是大死啦！你看看都是大死的，我是大死啦！不是不是夫人，所以你要质疑吗？你要不要质疑他？质疑呀，他不是夫人。哇哇哇！谢谢你，我等下帮你干掉雨月。哇哇！繁星，你活下来了。等下，场上三个刺客嘞，大刺客没了，对啊，又没刺客了啦，剩一张了，剩一张刺客了，嗯，还敢再刺啊？我们俩还敢再刺？是，所以换导游不到了，换导游，导游，我要换导游，你超强，你又我猜里面应该很多大石啦，我猜，对啊，应该是大石剩三张哦。三张大石，你怎么换？还真的几张啊？你赶快拿钱了啦！真的又拿钱，真的你那一张真的是完全没有用啊！好，换小雨。那我要再拿三块钱。好。哎，能几块啦？那我要再拿三块钱。大家都在拿三块钱。公爵，现在有四个公爵哦。好，换他笑到地板在抽泣。我哪一块钱？我哭到大家都在笑。我大死。哦，换牌。